请掀开经本第三面，第三面经文倒数第四行，贤公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一句经文说明了与会的大众都修普贤行。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无论是哪一个国土、哪一个地方，一切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修普贤行。世尊给我们说普贤行，说得最圆满、最清楚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不单是华藏世界，而且是华藏世界的核心，华藏世界里面的都会精华，这是我们应当要能够体会得到的。普贤行无量无边呐，佛在经论里面将无量的行门归纳为十大类，十个科目，每一个科目里面含摄了无量无边的法门。那么这十个科目，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熟悉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给诸位介绍过了。今天跟大家介绍广修供养这一条呢，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世间人没有一个人不求福报。福是从哪里来的呢？福是自己修来的。修什么？修布施，修供养。布施跟供养啊，是一桩事情，只是在用心上有一点差别。我们一般凡夫对尊长、对佛菩萨我们供养啊，对平辈、对普通的人就叫布施了那么由此可知，供养的时候心地真诚恭敬，布施的时候这个恭敬心就下降了，甚至于完全没有恭敬心，还产生一些傲慢心来布施。但是都能够得福当然以恭敬心来修布施，也就是来修供养，得的福报格外的殊胜。所以普贤菩萨教给我们
广修供养，你看它里面没有讲布施啊，让我们对一切众生蠢动寒灵都包括在其中，就像对诸佛如来一样的恭敬心来供养，这个福报就大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布施供养可以分为三大类，这个三大类通常我们讲布施，三种布施。第一种呢叫财布施，所有一切的财物应当要发心布施给一切众生。你能够修财布施，果报就是财富。我们世间看到有许许多多在这个社会上豪门贵族大富长者，今天社会上称为企业家者，他有很雄厚的财富。这个财富从哪里来的呢？你说他赚得来的，你们相信吗？他能赚得来，你为什么赚不来？你说他运气很好，我看你的运气也不比他差嘛。为什么他能有财富，你没有财富呢？给诸位说真实话，这个财富是命里头所有的，他命里面有，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那个行业是缘，任何一个行业他都赚钱，他都能致富。命里面没有，人家把银行送给你，过不了两个月就倒闭了。为什么呢？你命里头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财富不是可以增来的，不是可以赚得来的呀，没那么回事情啊。这个世间我听说还有一些人出版一些书什么致富的秘诀，那个都是假的，你买来看是在讲他发了财了，你把钱给他了吗？他发了财了吗？你拿到那个书来看没用，你照他那个去做准发不了财。所以一切要有命啊。古时候说功名要有命，这个功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位，你读书拿到什么样的学位是命啊。你做官，你能做到多大的官也是命啊，发财发多少财还是命啊。他命里面怎么有的呢？前生种的因，他这个因属甚，他这一生果报就属甚。他这个因不甚呢，果报也就有欠缺了。所以由此可知，修因才能够得果。所以佛教导我们，修财布施就得财富。修法布施就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就得健康长寿，你看看，财富你要啊，聪明你也要啊，健康长寿就更要了，这三样果报你都想要，你要不修这三种因，天天打妄想是想不到的，天天求佛菩萨，佛菩萨也没有能力给你。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呀。佛菩萨不能赐福给我们了，我们命里头没有，佛菩萨都给我们，那我们还要修什么呢？不要修了，天天八戒佛菩萨就好了，佛菩萨就给我们了吧。没有这回事情的，怎么八戒都没有用，佛菩萨是爱莫能助啊。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我们通常讲对我们的保佑，对我们的加持，没有别的，只是把这些道理跟我们说明白，事实真相呢跟我们说清楚，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依照佛教给我们方法自己去修，就能够得到殊胜的果报，这是佛菩萨加持，这个就是佛菩萨保佑，千万呢不能够迷信。因此真正明白人，真正觉悟的人，我们财富要放在哪里好呢？你看看现在的社会，股票上投资，房地产投资，这个我都搞不清楚啊，我对这个外行啊，种种方法来经营财富，听说这一两年经济不景气呀，100万变成10万了，很多人自杀了。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财为无价共有，不是你的呀，只是不过是在你面前让你看看而已呀，你就以为这个财富是你的呀，错了啊。你是静随这个心随境转呢，每一天这个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呐。谁给你这么多苦？自己做的嘛，自己受嘛。真正是自作自受，迷惑颠倒。佛教给我们，怎样才能发财呢？布施。供养，供养父母，供养三宝，布施一切众生，你的财用不会缺乏了，诸位要记住，财用不缺乏就行了，不必要累积，不必要多啊，多了灾难就来了，祸害就来了，所以财要知道善，你看儒家也说，急而能散，这个能散财呀，是最聪明的人。在中国古时候，中国人也供财神呢。哪个都想发财嘛，供财神嘛。但从前人呢，有智慧、聪明，他不迷信。财神是哪一位呢？听说现在大陆上人供财神，大概可能也被台湾传染了。台湾供财神呢？供关公啊，三国时候关羽啊，关公与发财有什么关系？毫无关系啊。关夫子这个人，我看其他的长处没什么，忠义，这两个字他做到了。我们要是供关夫子啊，学他的忠义啊。真正是威武不屈。
啊，富贵也不淫啊，啊，是我们做人的典范。啊，你看他在曹操那一段时间，啊，曹操是用尽了心机，希望他真正的投降，为他所用啊。可是关夫子身虽然在曹营呢，心是常常念着先主。啊，这个是后人最好的榜样。啊，他虽然是过五关斩六将啊，啊，回到先主那边，曹操对他还是非常佩服。啊，这样忠义的人在这个世间难找啊。不但现在没有了，古时候就很少。现在人不讲忠义了，见利就忘义。哪个地方待遇好一点，地位高一点，立刻就跳槽就走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倒应当供养观夫子，常常看看他，自己生惭愧心呐。那么中国古时候供财神供谁呢？范蠡。啊，读古书的人也许知道，啊，他是这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的大夫。啊，这个越王也相当了不起啊！诸位要晓得，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外国英雄豪杰建立一个政权开国，倒不是真正困难，国家灭亡之后再复兴太难太难了，啊，在历史上很少见了，灭亡之后能复兴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越王勾践是第一个例子，他成功，他确实被吴国灭了之后能够再复兴，能够再复仇，得利于范蠡、文种这两个人的帮助啊。越王这两个人是左右手啊，帮助他恢复了国家，反过来消灭吴国。范蠡聪明，这个大功告成之后，他就劝文种赶快离开。越王勾践这个人他认识很清楚啊，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呀。劝他要离开呀，保全自己的生命啊。越王勾践在患难的时候，这些有才干的人呢，他非常重视啊，天下太平他不要了，怕他造反了，总想方法把他除掉啊。范蠡聪明啊，那么他是他自己离开了，留了一封信给文种。文种看了之后啊，以为未必说他像他说的那么严重啊，结果果然不出范蠡所料啊，勾践呢赐文种自尽啊，就文种死了，自杀了。这杀功臣呢，这在中国每一个朝代几乎都有这个事情，杀功臣。那么范蠡偷偷的跑了，跑了改名换姓，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去了，他带着西施一道去做生意去了。做生意没多久发大财，发了之后
他把他的财通通布施，救济贫苦，通通散尽。再从小生意做起，又做几年又发了，发了他又布施。史书上记载啊，三聚三散呐，他能够散财呀，布施恩德了，这个是做生意人的好榜样。啊，做生意人，你看赚的社会钱，大家取之于社会，还用之于社会，所以供养他做财神很有道理呀。模范的上人。我们经商啊，这个盈利要以范例做模范，他是真正聪明，真有智慧，真有学问啊，无论做什么他都成功。啊，所以要懂得善财，懂得与一切众生呢见恩惠也。我们佛法里面讲结缘呐，众生受你的恩惠，我们自己会遭难吗？不会呀。没东西吃了，自然有很多人送东西来，你看那个多自在。却没衣服穿了，有很多人送衣服给你来，你一样都不会去。没有房子住了，人家送房子来。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呢？布施嘛，你只要肯布施就行了，福报自然。你说这个多自在。所以钱不要去投资啊，不要放银行啊，放什么都靠不住啊。布施给一切众生呢，那就是最牢靠的了，决定丢不掉。而且那个利息呀，比你们今天做什么生意的利息都要厚，不知道要厚多少倍。我跟大家讲的话，真心话了。你们要不相信，我本身就是个例子。你看我，十方供养来的，我通通布施掉了。我走到任何地方，身上不要带一分钱呐。想什么，人家都给我送来了，都供养了，用不尽呐。你看这个多自在。这个物质生活的受用，真正是随心所欲，没有丝毫的缺乏。我这个人前世没修福，一点福报都没有。我这个福报是什么时候修的呢？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我才真干呐。那么布施这个方法，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真做，做了非常有效，我深信不疑啊！真正相信啊，他老人家教给我，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只要你肯施，你要缺乏什么，心里一想就来了，就有人送来了。妙不可言。早些年，那时修的还比较少啊，但是就有感应。我在求学的时候，我的生活非常艰苦，非常清苦，不是一般人能够过的那种日子。我想的是什么呢？经书，因为研究经教。想经书，这心里一想啊，大概总是过把月了就会有人送来，
我只记得有一部书，6个月才有人送给我，那是最长的一次。啊，《中观论述》，啊，我想了6个月才有人送给我。啊，其他的，你像《华严经》《疏钞》，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个，1个月就有人送给我。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吧。只要是如理如法的去求，没有不感应的。啊，我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而且这么多年来，啊，从26岁学佛，我就真干了。这老师教给我的，啊，我就真干了。越干呢，这个感应呢，越不可思议。啊，越不可思议。所以我对于佛在经上讲的字字句句深信不疑。啊，你能够依教奉行，自己得利了。啊，那么这是说财布施。啊，布施财得财富。啊，不是饮食你就得饮食，不是衣服得衣服，啊，不是房屋你就会得房屋，灵得不得了啊！啊，不是佛法得聪明智慧啊，得无碍辩才啊，啊，这大家都需要的。啊，要修法布施。啊，要修发供养，无微不施，最简单最方便的就是素食。啊，素食是从今而后啊，不害一切众生。虽然佛法里面没有劝人吃长素，佛只劝你不杀生，没有劝你不吃肉啊。因为世尊当年在世，僧团是每一天出去偷钵，啊，偷钵，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你在外面去偷钵，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啊，像现在小乘，佛教国家。啊，泰国、斯里兰卡都偷过，啊，他们都是吃肉食的，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对了，啊，绝不能叫这个信徒的时候，特别替你做素食，这个太麻烦了，不好了。啊，如果要讲到无微不施呢，那这个素食就很重要了。啊，现代科技发达，啊，这个屠宰场啊，我们也去参观过。啊，不过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里面，农村里面杀猪啊，卖肉啊。那个屠户啊，杀猪的时候，把猪耳朵提起来，告诉他：“猪啊，猪啊，你莫怪呀，你是人间一道菜呀，他不吃来，我不宰呀，你向吃的去讨债。”你看看，他把那个责任全部推给你们了。你们吃肉的人就糟了，这是问题就严重了。啊，把责任全推给你了。啊，他们有罪过，啊，罪过都是吃肉的人。啊，所以我们能够素食啊，能够啊不摄一切众生肉啊，这就是无微不食，培养自己的慈悲心。这是好事情，培养自己慈悲心，绝不
伤害任何一个众生，不但是不能够杀害，连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们就有罪过了，就有过失。所以你看佛菩萨戒除广大的群众，在四悉檀里面第一条就说明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个是佛法，佛教给我们的。众生讨厌我们，我们一看到赶快躲远远的，他高兴吗？应当是这样的，一定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我们所到之处啊，才有人欢迎我们呐。我们厌弃别人，那个果报就是招来别人厌弃我们。那么由此可知，最要紧的老人呐，这个年轻人多半嫌弃老人，不喜欢老人。如果你要有这个心，有这种行为，那问问你将来会不会老啊？你要不老就短命吧。你要不想短命，你一定要老吗？你老的时候会受果报啊，你懂不懂啊？你年轻人嫌弃老人，你老的时候年轻人嫌弃你，一定会招来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不但不爽，现在果报来得特别快呀！你冷静一观察的时候啊，真的就在面前呐！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你造的是善业，你一定得善果；你造的是恶业，必遭恶报啊！那么现在诸位都晓得，这个世间灾难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这个灾难是整个世间众生的共业，非常可怕。这个一年多来，这个经济的风暴是灾难的开端呢，还没有开始啊，这是灾难的预兆啊，绝对不是好事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佛的教诲，广修供养啊，依教奉行呢，我们学佛的人佛慧双修啊，有福有慧啊，这样就好啊，帮助一些贫穷的人，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帮助一些老人，帮助一些疾病的人，全心全力帮助他，要真干呐！把你的财物布施得干干净净的，好啊，那个生活才自在啊，才逍遥啊。你要晓得，这个布施就是把你的苦灾难布施掉了，这个意思很深很深，诸位也一定要细心去体会。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诸供养中法供养最，特别提醒我们，而且一切大乘经里面，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给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比较啊，甚至于说，
你以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那个佛大了。谁有那么大的福报？没有啊。这佛讲的比喻，比喻到了基础了。你以大千世界七宝修布施供养，你那个福就很大很大了。那么大的福还比不上为人设四句偈的佛报大。四句偈是经文里面四句啊。还比不上啊设四句佛法的这个功德大。谁能相信？能够深入法藏的人相信。这个道理在哪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众生得什么样的利益？贫穷的人得到衣食，苦难的人得到救济，物质生活不缺乏了，没有忧虑了，他得的是这个利益了。那我们要问一问，那生死轮回怎么办？不能解决啊。你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你也处理不了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众生得你的利益是有限度的，一世的，不能够生生世世啊。你寿命终了之后，你一样都带不去。正是佛门当中常说的万般降不去，那个降就是带，你一样的东西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呐。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法布施他听了四句经文，那正是所谓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功德大了。眼前虽然不能够解决他的温饱苦难，但是他将来必定因这一句而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超越十法界，做佛做主。这个真因呢，这个因是永远不会灭掉的。所以法布施这个功德就大了，无比的殊胜。那么佛在经上讲法布施，给我们举了七个例子，其当然也不是数字，全都是表法的，其也代表圆满。《弥陀经》上全用其来表法，《华严经》上用十最多，用其比较少见。但是在行愿品里面讲到发供养呢，它是举了七条。第一个就是如设修行，这是供养，就是我们讲的依教奉行啊。这一条摆在第一了，它的意思深广无尽。我们讲佛在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要记得清楚，要记住。所以我劝诸位同学开始修学的时候，
一定要将这部经念三千遍，这是修行预备的功夫，不是说你念三千遍呢，你的功夫就成就了，没那回事情。念三万遍也不行。这个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让你熟记，你能够记得住。记住之后啊，要求解，意思要懂得了，意思不懂没用处啊。所以你要明白经里头啊字字句句所讲的道理，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个去做法，这个要紧啊。你要明了，明了是求解，明白之后啊，那还不行，还不管用。那这个李炳老常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没有办法转变了。明白之后啊，要去照做。啊，佛的教诲呀，我们通通做到。你能做到啊，你才真正得受用。啊，你看你能够做到，你是真正供养佛了。佛就是要你认真修行呢，做到就是认真的修行。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对人、对事、对物，哪一天不犯过失呢？啊，我们犯的过失啊，自己不知道啊。啊，为什么不知道呢？不明经教。啊，经中种种教诲，我们不清楚、不明白嘛，都以为自己做得很对，哪里知道自己造罪业？啊，这一桩事情，今天晚上恐怕没有时间讲不到，明天跟大家讲，忏悔业障。啊，忏悔业障，那要讲到这个问题。啊，在生活当中啊，如何发现自己的过失，怎样把自己过失改正，这是忏悔法。啊，所以忏悔跟修行是不能够分家的，啊，它是真正是一桩事情啊。所以能够依教修行呢，就是供真正供养诸佛如来。啊，这是佛的好弟子。啊，真供养。啊，佛需要你这些香花水果摆在他面前供养他吗？不要说佛不喜欢呢，我看到这东西讨厌啊。啊，人家请我吃饭，那个桌上摆的菜多了，我都看着都讨厌，何况佛菩萨了？佛菩萨境界比我高得多啊。摆在面前的我都一样都不想吃啊，一样都不想要啊。哎，哪有面前清清爽爽的好呢？佛菩萨希望我们什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众生呢，赶快成佛啊！我们真这样做了，那这个他佛才真正生欢喜心啊！所以这叫真供养，供养诸佛啊，也供养菩萨，也供养我们的老师啊。老师希望我们是好学生呐，老师才有光荣啊。我们有成就，老师脸上就有光了。我们为非作歹啊，尽在些造业障，那个老师的光彩完全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真正修行呢，就是真供养老师。啊，那么也真供养自己的父母祖先，你们想想对不对？
你能够依教修行，特别是以无量寿经修行，那还得了啊！以无量寿经修行，就是模仿阿弥陀佛。啊，虽然学的不能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哎，也有一点样子吧，也有几分相像嘛。人家一看你，哎，阿弥陀佛嘞。啊，那么你的父母，就变成佛菩萨的父母了，你的祖先就变成佛菩萨的祖先了。佛门当中常说啊，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就是这个道理。你这是真正供养你的父母祖先，也是真正供养自己的真如本性啊！再一回头一看，是真正供养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看看，一个依教修行，这个供养的范围如此的广大，如此的精神，你不明了，你怎么个修法？你真正明白之后啊，你才会认真修行啊。要把这个经100%做到，别人做不做与我不相干，修行在自己，自己要做到啊！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啊！所以佛把这个放在第一条，一定要依教奉行，一定要真干。第二条呢，利益众生供养。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心里头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对于整个社会，一切众生，有没有利益？有利益的，我们认真去做；没有利益的，决定不能做。利益当中最殊胜的是布施佛法，这是无比的殊胜利益了。我们应当要发心去做啊，令一切众生欢喜信受奉行。那就成就你供养的功德。在先前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最能令众生得真实利益的是把佛法，特别是净宗的无量寿经介绍给这个世间广大的群众啊。介绍也要有缘分。佛在《大经大论》里面说得很明白，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所以要有真正的修行人呐，他能解大法，能解如来真实义。那么这样的人，
需要培养啊。李牧原居士在新加坡建道场，现在他把这个5楼跟4楼重新一装修，告诉我要花160万呢。他这做的是什么呢？利益众生供养，他做的是这个，让每一位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听经，感觉的是一种享受，都能够生发喜。我听说现在这个工程才完成20%啊，现在在认真的都在加工啊。那么他买的新的椅子，你们坐起来舒不舒服啊？不舒服就告诉你牧人，这个椅子坐得不舒服。他有心要供养嘛，那就要好好的供养嘛。总是让大家生欢喜心啊！你看我第一次到新加坡来讲经，在这个青年弘法团，那是新团职刚刚做好的时候，我第一次讲无量寿经，同学们坐的是小圆凳子，我看到很难过啊！我跟他讲不行呐，这个大家在那坐2个小时，我看受不了啊。所以才换成椅子，现在慢慢越换越进步，不错，越换越进步。那么场所呢也越来越好，以前没有冷气也没有空调啊，那么现在都装了，种种啊它都在不断的在改善。为什么呢？为了利益众生。那么我们所讲的这些录像，这个现场今天我看有3部机器在这里录了，那么我们现场的录像立刻就传播，这个由卫星传播，现在这个电视台播放我们的节目啊，有台湾是全岛都能够看得到，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墨西哥，这些地区，每一天我们播放1个小时，就整个北美洲都可以收得到啊！听众不止你们这几个人啊，很多很多啊！那3个星期之前，夏威夷这个广播电台也开始播放，所以将来这个佛法的传播一定要利用高科技，利用这个卫星电视，这个电脑的网络，很迅速的将我们的现场普遍到全世界，在电脑网络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有电脑它就能收到，那么在我相信谢祥的时候，再过个1-2年，电脑荧幕里面就有画面，有音声，不仅仅是文字，这个比卫星电视传播还要殊胜所以怎么样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这是我们每一个同修要认真努力去做的呀。你能够把这篇讲经的讯息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他们知道了也来听，他将来听经闻法做佛了，你度了他的呀。你是介绍人啊，你度他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普度众生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做，而且都不困难，很容易做。做的方法太多太多了。新加坡这边有不少菩萨了，有智慧聪明啊。你看他们做这个 T 恤啊，也是布施供养你们了，后面阿弥陀佛，前面阿弥陀佛，你穿在身上街上走一遍不知道度多少人，人家一看阿弥陀佛，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你看那些人全都被你度了。好，非常非常的难得。当然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后继的人才，佛法不能到我们这里就断掉了，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地培养后继的人才。培养后继人才，新加坡做得非常积极。从前年开始办培训班，到上一届我们办了三届，这个三届办得很成功啊。可惜就是时间太短了一点。那么从这一届起，我们就专办华严班。原本我们是打算华严经啊这部大经在我们教室里面来开讲。那么现在很多同学知道华严好啊，华严很有味道啊，味道很浓啊。那我这里给你讲的礼敬诸佛，这个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全是华严里面的啊，这味道很浓啊，而且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学了之后回家马上就用得上啊，用在你生活上，用在你工作上，用在你处事待人接物上。所以我们决定华严经啊搬到这里来讲，大家都有机会来听到，听这个录像带呀，总不如现场，录像带跟现场差很多啊。你要问差在哪里呢？给诸位说，磁场不一样。你到这个地方来坐这两个小时，亲身感受啊。这个地方佛光普照啊，无量善神围绕着我们周围啊，所以这个磁场纯善无恶啊。你在这个地方心地清净，心开意解，那怎么会一样呢？电视机前面你所听的，你不容易开悟啊，现场容易开悟。这个现场佛力加持的力量很大，我讲的人得佛力加持，诸位听的人也得佛力加持。就像《地藏经》上讲的“大圆满光明云”呢。在我们头顶所以到这个地方来，人人能够生欢喜心。培养人才，我们采取中国的老方法。老方法
是怎么培养的呢？是从听众当中真正发心想学讲经的，你就来报名参加讲小组啊，这个培养人才是这个培养出来的，你就来参加了讲小组复讲，不要重复听我的这个录像带啊，不要，就是现场听，今天晚上听了，明天就复讲啊，把我今天晚上讲的东西你重复讲一遍，你听经你也可以写笔记啊。那要复讲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学习呢？我在这个地方这晚上在这里讲2个小时，你明天早上复讲，把我所讲的东西重复讲一遍，讲出来讲1个小时算及格，你可以学。如果讲不到1个小时，你还是老老实实听经，不要学讲经你有这种能力你就可以学讲经。我这个标准呢是降了很多啊，答对这样了啊，古时候老师答对这不行，古时候的老师要求至少要能讲到80%啊，你才算是有能力把你拿提出来啊，培养你作为讲经法师，你有能力听了之后啊，第二天呢可以能够复讲到80%啊，有这个能力才行啊，这个不依靠这个录像带录音机，凭你的记忆，凭你的理解，有这个能力啊，四众同修都可以发心的，不一定是出家人的，在家同修都可以发心。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地方很多啊，居士林可以讲啊，有好几个讲堂啊可以讲，竹林寺也可以讲啊，法轮社也可以讲啊，这李牧原居士告诉我的啊。那么过两天的时候，好像我在这个光明山有3次讲演啊，慢慢的讲的地方就多了，这个地方就有福了。佛法你看在全世界只有新加坡的正法兴旺啊，这是一个地方的福报啊。啊，这个世间有大灾难呢，这个地区不受灾难啊，诸佛保佑啊，这真是佛光主照的一个地区。当然要靠我们四众同修善心来护持。学习讲经，我过去讲的很多啊，也许诸位有听过的，也许诸位也听了之后啊早就忘掉了啊。初学的法师上台讲经就好像种树一样啊，那是个树苗啊，要好好的灌溉，好好的培养啊。如何灌溉，如何培养呢？他上台讲经你们要来听啊，哎，他在台上一看，哎呦，有这么多人在听，大概我讲的不错，他就有信心了嘛。如果一看前面只有1-2排，后头都没有人，哎呀，信心就没有了，这就马上就摔了，他自己失掉自信心了，他这个学习的情趣就提不起来了。一定要有人来听，讲得不好也来听啊，讲完了也给他鼓掌啊，让他欢喜，让他有信心。
让他知道有这么多听众逼着他上台啊，逼着他认真努力学习。他要不认真努力学习，一次讲的不如一次，那听众就少了，没有了，那他就很难为情了。听众当中啊，不但要听，要鼓励他，而且还要认真地批评，帮助他改进。他哪个地方讲的不好，有讲错的地方，有讲含糊的地方，有讲的不懂的地方，有讲到我们生怀疑的地方，都要提出来，帮助他不断地改进。这个才是真正培养年轻法师。所以初学的法师上讲台，一定要知道下面坐的都是老师，都是见学，不能把他当听众看待啊，不可以啊。讲学生在讲台上，老师都坐在下面，下面通通是老师，以报恩心讲，恭敬心讲，虚心的学习来学讲，我们才能够成就。所以这样来听他们讲，你的功德就大了。你是替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培养续佛慧命的后继人才。这个来听经的功德大得很啊，比听我讲经功德还大。所以这个机缘非常非常稀有，全世界只有新加坡这个地方有，除这个地方之外，你到哪里去找去？找不到这个机会了。所以诸位同修要认真把握住，他们天天在这里讲经，你们天天到这个地方来修法供养。成就佛法后继人才，成就正法久住世间。第三种，摄受众生供养。这一条也不容易。摄受必须自己有德行，有羞耻，有学问呐，你才能够摄受人心。这个摄受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它有一个很强的力量，能够掌握着人心。现在人所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叫心理学。你看这个经商他们都讲究心理学，如何掌握着群众的心理。那么佛法呢，叫做摄受众生供养。你怎么能够把众生的心理掌握到，诱导他归向正法？这就是摄受众生供养。换一句话说，这种供养实实在在说是代一切诸佛代替一切诸佛戒引众生，特别是净土宗里面讲戒引的，我们要戒引一切众生归向净土，唯有这个法门，一生决定得度。
不但对一切你所认识的人，你要接近他，你要劝导他，对于所有一切的众生也要接引他，也要去引导他。你们家里面众生很多现在住的这个公寓大楼老鼠蟑螂苍蝇蚊子都是众生你都应该教导他们念佛，劝导他们邪畜生身，那个生很苦啊，邪畜生身啊，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啊。对一切动物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人当然就更会爱护了那么用什么方法来摄受呢？佛像、佛号现在的念佛机很普遍我们念佛人这个家里面的佛号24小时不要中断也许说我家里人不信佛，家里人反对念佛，那是你自己没修得好照理说阿弥陀佛的学生是最受一切众生欢迎的，你这个阿弥陀佛的学生不受大家欢迎，你这有问题了。你要好好的反省，好好的检点一定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如法，自己做得真正如理如法，哪有不受人欢迎的道理呢一定受到家人欢迎因为你大概你这个礼敬你家里没有做到，一定是我学佛了，我将来往生会做佛了，你们不学佛了都有罪将来都要堕地狱那你的家人你怎么能跟他和睦相处呢？你个冤家对头嘛这个不可以一定要修礼敬过去没有学佛不懂得恭敬呢，现在学了佛的时候，对家里的时候，上上下下各个人都是真诚恭敬你真学佛了，真的改变了那么你家人哪有不欢喜的，哪有不接受的呢？过去对家人不知道赞叹，现在对家人知道赞叹家人有过失绝不提，不要放在心上家人有善的一面就要赞叹改变你一家的运气真能改变家家人都这样做就改变社会风气了供养是什么？供养是服务热心为家庭服务你家里上上老老少少有那么多人为他们服务照顾他们生活起居这就是供养我们用体力用劳力来服务，这也是财供养，财有内财外财，这叫内财内财比外财还要殊胜用我们的智慧来提升家庭生活的水平希望一家人过得更幸福更快乐那你就是用法供养了你用智慧去思考怎样
改变这个家里的环境。啊，是工作的耐心工作，努力工作，认真工作，啊，读书的好好的读书，认真的学习，啊，真正是个美满的家庭。啊，扩大就是和谐的社会呀，祥和的社会呀，这通通是在供养里面啊。我们如果没有做到，啊，只一昧的怪罪别人，这是错误的。真正如理如法的修学，决定能够摄受众生，这个摄受众生，令人羡慕啊，令人向往啊，啊，让人家自动自发。希望来跟你学习，来向你请教，这就是摄受有力量。所以我们要真正做到摄受众生供养，一定要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第四，待众生苦供养，这一条佛在经上说的，一切众生一生的受用都是自作自受，哪有能够代替的，谁也代替不了谁。可是不能代替的当中啊，也有相似的代替，我们要认真去做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已经超越十法界了，可以不必来了，为什么还会再回到十法界，再回到六道，甚至于回到三途？随类现身啊，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示现什么身，应以人身得度，他就示现人身，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示现佛身，应以畜生身得度，他就示现畜生身，乃至于应以草木身得度，他就现草木身。那么受这个身，比如说吧，佛菩萨到人间来，受的是人身，也住世几十年，像释迦牟尼佛，这是好例子啊，住世八十年，跟我们讲经说法49年了，他老人家在世，生活情形跟我们一样，比我们清苦啊。每一天还到外面去托钵，这个苦的生活他可以不要受啊，他愿意受这个生活，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待众生受苦啊，无非是令一切众生觉悟啊，众生迷惑颠倒，在这个世间里头不了解事实真相，天天争名逐利，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后来落得三途的苦报，你说多冤枉啊！所以世尊为我们示现的，你看看人家要
名，要权力，要地位，他是一个王子，那他的这些东西都具足了。他的地位是国王，他的权力是一国里头最大的，没有比他更大，有更大的权力啊。他的财富啊，古时候所谓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啊，谁能够比得上？别人要争的，他已经得到了，已经拥有了，舍弃，通通放下了。这就是告诉我们，那个东西是假的，不是好东西啊。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好的？修道。真正做出看破放下的好榜样，教导我们呐。他自己要做不到，教我们看破放下，我们怎么肯相信？他做到了，圆圆满满的做到了，我们相信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那么今天我们同修当中拥有财富的人不少啊，如果你自己能够把你的生活啊，富裕的生活降一等，你拿这些财富啊去布施，去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你岂不是你的生活降一等了，就苦了，带众生受苦吧。像了凡居士啊，《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啊，你看袁了凡的太太啊，里头有一段记载啊，他有一年冬天给他儿女啊做这个冬衣棉衣，丝棉的啊，他一想穷人很多啊，冬天没有衣服的人穿很多，他把丝棉袍卖掉去做棉絮啊，那一件可以换三四件啊，那家里人也不缺乏，多余的可以布施给别人呢，带众生苦啊。所以我们自己在生活上谨慎一点啊，刻苦一点，就能帮助众生的一些，常常存这个心，就是带众生受苦啊。我们自己要常常想到，世间苦人多啊，我们前生修了一点福啊，福不要在这一生享尽啊，要懂得继续不断地修福，我们的福报就源源不绝了啊，这个福报就绵长了。古时候印度、中国佛门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修苦行的很多啊，他不是不能改善他的生活，不是不能啊，就是念念想到世间还有许多苦众生，在出家人里面，民国初年，诸位同修都知道的，
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这是我们出家人的好榜样啊！这两位大德都了不起啊！他们的信徒太多太多了，信徒对他的供养非常丰富啊！可是虚云老和尚从来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啊！我们看许许多多虚老和尚的照片，穿的衣服啊都是补丁补了好多个啊！我没有看到他一张照片上没有补丁的衣服，没看过啊！你就想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啊？他新衣服有没有呢？太多了，人家一看老和尚穿破衣服，信徒马上送新衣服来了，好料子，好手工啊，好手艺啊。老和尚拿的怎么样呢？看也不看一眼。信徒走了，老和尚就供养别人去了。供养初学的，初学的人没人供养啊。老和尚还是穿破旧的，待众生苦啊，他真做啊。印光大师供养也多，老和尚把所有一切供养都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他老人家一生呢就做这么一桩，真的叫一门深入。他在苏州报国寺办了一个弘化社，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佛经流通处，拿这个社方的供养作为资金印书赠送，到处给人接发愿。弘化社印的书印得很好啊，可以称为善本的，校对非常精确，错字很少，印得也非常清楚，版面很大方，很美观。一生就干这么一桩事情，我们怎么晓得的呢？是从他在上海护国西斋法会讲演里面看到的。在讲演里面，老和尚提到北方有灾难，从印经款项里面提出3000大洋去赈灾呀。他那个赈灾是从印经钱里面提出来的，由此可知啊，他所有的钱点点滴滴都拿去印经布施，没有做其他的用途啊。老和尚的生活还是跟大家一样，没有改善生活，说要吃一点什么好东西，没有啊，也没有做一件新衣服，也没有把自己居住的环境整理一下，没有。他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人供养他，有啊，还过这个辛苦的日子。待众生苦，永远没有忘掉啊！待众生苦啊！我减少一分享受，众生苦就减少一分。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常存这样的心，常常存这样的思，我们生生世世都不会有苦难。果报如是嘛！你能带众生受苦，你怎么会有苦处？现在这个社会，苦难的人多，病苦的人更可怜。
尤其是生病的这个穷苦之人，生病相当可怜啊。所以有不少宗教团体办这个慈善事业，办医院，布施医药，好事情啊。现代社会富裕了，对于疾病的预防，每个人都注意到啊。所以国家对于人民有这个医疗的照顾啊，我们每个人自己也会有一些这个财物放在那里啊，预备生病的时候用啊。有病有苦难的时候用啊。真正聪明人把这些钱都布施掉。我的医药费准备的医药费布施给那些病人。如果有什么急难要预备的那些财物都拿去救难。那人也许你要问呢，到自己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给诸位说，你决定不会生病。为什么呢？你的医药费不是掉了。你这个医药费放在那个地方啊，是决定会生病。不生病那个钱怎么用法呢？是非生病不可啊。要准备将来有什么灾难的时候，我要准备的是那些钱，你有一定遭难。那这佛法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你这个没有病在这里想着要害病啊，没有难要准备将来灾难呐，所以你的灾难跟疾病呢，决定不能避免呐。你要通通布施光了，心地坦然，你也不会遭难，是你也不会生病。你看这个多自在呢！为什么不把它舍掉呢？今天跟你都是讲的，种什么样的因，你会得什么样的果报啊！一点都不会错啊，没有差错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待众生受苦，我们有力量尽力量去做特别是今天局势众生，你要晓得最大的苦难是什么，闻不到佛法了。所有一切苦难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大了，闻佛法之后他觉悟了，不闻佛法永远迷惑颠倒他的日子越来越苦，越迷越深。所以我们今天布施佛法，那这是待众生苦里头最殊胜的一条有力量见道场。请法师讲经说法，帮助这一方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你说这个多重要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道场呢？要做一个模范的道场，推行佛陀教育的道场。这个道场不做金蝉，不做佛事，不做法会我们净宗的道场，纯净宗，晚上讲经，白天念佛那也许诸位要问的时候，那这样一个道场在这个地方没有法会，没有佛事，那收入怎么办呢？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你要会饿死了，我们就不要信佛了，那佛法是假的。啊，你真正如法修行，不要去攀援一个人，不要去巴结一个人，不向信徒要一分钱，你要是饿死了，佛法里头第一个护法神是韦陀菩萨了，韦陀菩萨应当撤职查办，那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个道场一定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你虽然不会富有，这是一定的，你的生活绝对没问题，你的粮食断了，韦陀菩萨会去找一些人送粮食给你，不会让你缺乏，不会让你饿着，也不会让你冻着，你只一心念佛就好，一心办道就好，名闻利养统统放下，心地清净平等觉啊。这个叫正法道场啊。诸位要能建立这样的一个道场，这是模范道场啊！无论道场大小，在这里面共修四种同修都能够遵守六合敬，你这个道场是世间第一道场，那个功德就无比的殊胜。你把你自己这个福报里头减少一部分，来建立这样的道场。礼请法师来讲经说法，领导大众念佛，戒心相应，真正待众生苦啊！所以自己有福，不要再一生呢。把自己的福报享尽，享尽了，来生就没有福报了。如果你懂得这样修福，好，你来生的福报就不可思议。第五是勤修善根供养，这条重要。善根就是一切善法从这个根生出来的，所以称它做善根呐。善根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说，世间法的善根有三条：无贪、无嗔、无痴。这是我们要认真去修的。翻过来，贪嗔痴叫三毒啊，三毒烦恼啊，有了这个东西不得了啊！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有这个三毒，我们现在讲的病毒，这是最严重的病毒。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病毒都没有这个厉害啊！世间再严重的病毒，顶多送一条命而已啊！你这个生命不能活了，那有什么了不起啊？小事一桩啊！贪嗔痴这个病毒啊，可麻烦了。贪果报在恶鬼道，嗔恚果报在地狱道。愚痴果报在畜生道，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你舍掉人生的，不能再得人生了，三恶道去了，你才知道这个病毒的严重啊！这个三毒翻过来就叫三善根。那么由此可知，世间所有一切的恶，这个罪恶了，就是从贪嗔痴生的。叫三毒啊。
翻过来呢，世间所有一切善呢，都是从无贪、无嗔、无痴生的。我们要断贪嗔痴。所以佛常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要紧要紧呐！贪嗔痴三毒烦恼，如果你是控制不住，这个净土宗虽然没有叫你断烦恼，叫你伏烦恼，你这一句阿弥陀佛有力量，能够把贪嗔痴压住，虽有它不起作用了，这样才能够待业往生。如果你能把三毒烦恼消除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给诸位说，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最低限度啊，也是方便要居土。那更高的呢，那就到十报庄严土了。那到那边去成佛，时间就很短，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够到他方世界去做佛了。在极乐世界修行成就，到他方世界去做佛了。所以真正学佛的同学，对于断贪嗔痴要下功夫，一定是这个勤修戒定慧。如果戒定慧这三个字诸位听到了好像很玄啊，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那我们还从本经经题上给诸位讲呢，就比较容易明白了。这个戒叫清净心，定就是平等，这经题上平等，慧就是觉。清净心能破贪，平等心能破嗔恚，觉能破愚痴。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留意心地清净，心地平等，觉而不迷就行。这个就是勤修善根供养。所以一个念佛人修学净土的四众同修，念念呢都要与清净平等觉相应，这样就好。第六，不舍菩萨业供养。菩萨的事业，菩萨的事业是什么？诸位现在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你只要觉而不迷，你那个行业现在所做的这个事业就是菩萨业。菩萨事业跟我们的事业没有分开呀，是一不是二啊。如果我们从事这个事业，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商开个店，你每天到店里做生意，这是你的事业。你在没有学佛之前呢，你开生意开这个店呢，目的是赚钱呢，是盈利呀。这个利都是自己的。你今天学了佛了，当了菩萨了，你开这个店呢，不为自己，为社会，为大众，为服务社会，为便利大众，不以盈利为目的，以服务社会大众为目的，那你这个店呢就是菩萨业。
无论是哪个行业，只要是我利用这个行业服务社会，利用这个行业服务众生，令一切众生得到便利，这个事业就叫做菩萨业。佛菩萨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啊，就是那一念之间呐，没有其他的差别。即使我们年轻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念书学生菩萨嘛，这个学生他在观念当中，我要认真努力把他的功课学好，拿到学位，将来从事于这个行业，发挥自己的所学为社会大众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为个人图名利，他是学生菩萨了。他念书是菩萨事业啊，所以诸位要明了，菩萨事业就在自己现前的生活里面，现前的行业当中啊。那么你如果是家庭主妇，你主持这个家庭，那是你的事业啊！你能够把这个家庭治理得很好啊，有条理、有秩序，让你一家人过得很舒适啊，很自在、很欢喜，再能够这个家庭做所有一切家庭的榜样。就影响到你的邻居，影响到你的乡里，你是主妇菩萨了。菩萨事业不是要到寺院里头来，不是的呀，就在你现前生活里面，就在你现前的工作里面，乃至于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现在讲应酬，只要你一个念头，念念为众生，念念为利益众生，念念为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引导一切众生学佛。都叫做菩萨业。最后一条，佛告诉我们，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个七桩事情里面，头尾是最重要的。一个开端呢，一个总结，菩提心是，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彻底觉悟的心。佛在《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讲菩提心。菩提心的体，菩提心就是自己的真心啊，就是自己的本性啊。哪个没有菩提心？个个都有菩提心啊，可惜迷了，迷了就不叫菩提心。觉悟了啊，这个心就叫做菩提心啊，就只有觉迷而已啊，你一定要觉悟，不能够再迷惑了啊。菩提心的体，真诚心啊，对人对事对物一定要用真诚啊，不能用虚妄啊，要用真诚心，要说老实话。
啊，不自欺，不欺人。啊，现在全世界在法律里面都讲究隐私权。啊，个人有秘密不能让人知道，秘密哪有什么好事情啊？那真诚完全透明，没有丝毫秘密啊！啊，诸位要晓得，你有秘密呀，你就活得很辛苦啊，要常常保密吧，都觉得辛苦。没有秘密的人，你想他活得多自在呀？啊，非常舒适啊，没有秘密呀。什么人来对什么人都是老老实实，啊，绝对没有隐私。啊，我在美国就有同学们怪我，说法师，你怎么好像一点隐私都没有啊？什么隐私？银行里面存款呐，我那个银行存款大家都知道，没有个不知道。啊，这不能让人知道。我说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反正这个钱也不是我的，我也不会用它。啊，这个钱大家供养的时候，供养现在没办法用啊，只好放银行啊。什么时候有用再拿出去用啊？啊，我自己从来用不上嘛。啊，那么现在这个钱呢，用的时候大概最大的支出现在就是奖学金。啊，还有一些。有一些苦难的，啊，遇到这些事情，我帮他忙。啊，上一次在香港，明星法师，啊，我们上一届的同学，啊，他说他到家乡遇到一个年轻的学生，啊，品性、这个学业都非常好，家里太清寒，念不起书。啊，学校里面愿意免他的学杂费。但是生活费用他没有，我问他一个月生活费用多少钱，人民币200块，我就告诉他让他好好念书，一直念到大学，他这个所有费用我付，我给他。啊，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啊，为了这个生活环境逼着不能念书，可惜啊。啊，他学出来的时候是国家的一个人才啊，为地方造福啊，所以我们对人是一片真诚，绝对没有一句妄语。啊，真诚心的起作用，身心跟大悲心。啊，身心是好善啊，好德啊。大悲心是帮助一切众生，啊，大慈大悲，在我们经宗里面讲的回向发愿心呐，自己所修学的一切功德，自己不必享受啊，愿意给一切众生去享受，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过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那么这是华严经上普贤菩萨给我们讲的七种法供养，我们要广修啊，要用真诚心去修，尽心尽力的去修，你得来的福报就像诸佛如来果地上那么样的圆满。今天时间到了啊。